哎，是狗，又是狗子。对，哇，这个，哇，看来这点不错，比刚我比我刚刚那条大多了。哇，这只大，看来阿信运气也挺不错的，不来都不来，一来就来一条大狗子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自从上次在峡谷那边钓鱼空心了，到今天也有好多天没有去钓鱼了。然后今天我跟我一个峡谷的粉丝朋友约好了，今天在我们莆田手当地钓鱼。走，那咱们赶紧出发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啊、哦，来鱼了啊、哦，还行，环钓哎，环钓哎，这种可以直接来。还行啊，应该一个半斤，还行啊。今天第一条鱼，半斤的黄鲷，在我们这边这半斤可以卖个60块钱左右。怎么都这么小的？哇，好棒啊！还行啊，4两，可以3两，3-4两啊，没差。两条了，还行啊，又是一条黄鲷。喂，不是鲈鱼啊，不是鲈鱼，是那个海鲢，好了。海鲢是吧？海鲢好了吗？好了，海鲢，我刚刚跳了一下，七鳝嘛，可惜了。峰哥又中大鱼了，半斤应该有吧？黑鲷，哦，黑鲷来了，黑鲷来了，黑鲷来了，黑鲷有，哦，吃到位了，黑鲷，4两，又来了，哎，这条还行，手感还不错啊，应该有个5-6两吧？嘿嘿，哇，不止5两，6两应该都有，还行啊，哎。不错，还不错啊，有个6两左右的黑鲷，差不多。黑鲷来了，鱼就来了啊、哦，都不怎么大，跟刚刚那条差不多。黑鲷，哇，1斤多，还行，就是一条，看来是会来手感了啊、哦，越钓。哎，这条黑鲷有点那个乌龟牙。黄鲷，有个半斤左右，可以，来一个啊，我看要的，还行啊，应该有个1斤多，从没这个都从没掏，掏啊来了，一斤有没有？要，那个扣我，不错啊，还行啊。也是，可能就是目前最大的一条黑鲷，还行啊，差不多接近，不错，差不多接近1斤的黑鲷啊。这条应该有个半斤左右吧，还行。黑鲷，7两，7-8两啊，7两，少说7两，往保守的说7两，保守7两啊，7两大鲤呀，还行啊。又来了、哦、是吧，我都不吃钩，你咋回事啊？看来你今天运气不大，哎，真厉害！你也来，看5两，4到5两哦，还行，又来了哦，这边应该还行，耶，哎，猫砂是狗砂啊，狗砂，4到5两，一个4到5两，半斤左右，还行哦，看来过活下狗砂有效果。我在他就口袋就会吃了，是。阿静也拉鱼了哦。了什么？个头大不大？慢点。这个大不大？还挺大的。啊，慢点，别给他跑了。还挺大的。哎，那狗子。哎，是狗，又是狗子。对，哇，这个大。哇，看来这点不错，比我刚刚那条大多了。慢点。哦，哇，这只大。看来阿静运气也挺不错的，不来都不来，一来就来一条大狗子。可以。个头还行啊，应该有个1斤半左右吧。好久没得到这个国沙了，今天终于又来了。不钓了，收竿，太晚了，天都黑了。这两条小屁牙刚刚钓上来的，给他放了吧。是的，弟兄你也奶奶过来。我刚大的有几条？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，凹一，凹是2条大的，现在还是2条国沙。今天是不是应该有个15斤左右吧？也算是开鱼期又是发芽的一天，今天又可以卖了不少钱，因为这个黑黄鲷在我们这边比较贵，比你们下浮那边贵多了，是吧？贵，起码是你们那边3倍的价格。那我们就准备赶紧带上去卖钱吧，走，可以卖个不少钱。
对了，第二轮投票明天就开始了，就是那个8月21号，也就是明天就可以开始。希望大家那个看阿峰第二轮再投下票。阿峰只要第二轮能上榜的话，就可以带阿星一起去赛沟。阿星，那我们一起向大家投下票吧。对，帮我们投下票。投下票啊！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哦，拜拜。